呢度系马六甲最出名嘅历史遗迹圣保罗教堂，佢有400多年历史。一踏入呢间颓垣败瓦嘅教堂，就会令人有种恐慌同神秘嘅感觉。两边摆咗28个荷兰人嘅墓碑，咁地底当然系曾经埋葬过呢啲传教士嘅尸体啦。圣坛中央系圣 Francis。